超市买了一些捷克的一些零食，然后就是我们上网查有一些比较多人推荐的，那我们来开箱一下。千层风味蛋糕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其实没有很多层小的啦，它大其实是可能有两三层这样。昨天有吃一个原味的，没有裹巧克力酱的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嗯，那你当然也试试看这个比较一下。OK， 好，那我试试哦。好。真的跟包装画的一模一样。嗯，我觉得好像都是超巧克力味道，蜂蜜味比较没有那么明显。你自己喜欢吗？是好像都巧克力味。嗯，都是巧克力味道。嗯，那我觉得原味的比较好吃。比较好吃，巧克力味道太重了，外面剥掉了。我自己把它整个剥开。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巧克力剥掉。嗯，我试试看。蜂蜜味比较出来。但我觉得好像有点甜，捷克零食好像都有点甜，因为你昨天不是也有吃？对，这已经算是没有那么甜的了。嗯，中间这个白白的感觉很像是那种奶油之类的，但它蛋糕体我觉得是算湿润，就不会干。反正我觉得是有点甜，我觉得喜欢吃甜的可能再吃就好了，不喜欢吃甜的就不要买，可以买另外一个没有裹巧克力酱。这个呢就是温泉饼，然后就是听说他们就是在泡温泉的时候会吃，它就是很多层法兰酥，然后它叠起来这样子。这个是榛果口味的，然后我们刚刚就是有两个口味，巧克力跟榛果，但是巧克力剩超多，那榛果剩两个，他说这应该比较好吃，我们就买这个口味，来看看好不好吃。哦，它是就是三角形啊，你看，哦，那个我觉得奶香味蛮浓的，嗯，很脆，嗯，榛果味道很浓，它这个饼干没有那么硬，然后就是空气感比较重，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硬的，我觉得比刚刚那个蜂蜜蛋糕不甜一点，但是也蛮甜的。这个呢，它就是有很多口味，它有好像五个口味吧。我们现在买的这个是榛果巧克力，然后呢，这个是白巧克力，然后另外它有椰子的。那我先开这个红色的，感觉里面也是类似的口感。我觉得它里面跟刚刚温泉饼好像哦，像威化饼。嗯，我觉得这蛮好吃的，真的。它这个巧克力就是吃起来不会那么甜哎。嗯，这里面巧克力是比较不一样的，颜色不太一样。然后白巧克力比较甜一点，可是我觉得白巧克力还蛮香的，你试试看。嗯，比较甜一点，比较没有就是没有苦味。嗯，我比较喜欢巧克力的。你就喜欢这个？嗯。嗯，这个比较好吃，这比较不会那么甜。嗯，但这个也蛮香的，喜欢甜的可以试试看。这个猫咪优格好像也是蛮多人推荐的。然后它其实它有两个口味，就是巧克力跟香草。然后我们就是刚好看到一个是综合在一起的，对，所以好像就两个口味都可以试试看。但好像比较多人推荐香草的。哎，它跟一般优格有点不太一样，你看它很固体耶。嗯。一般优格都好像会掉下来，有优格的那种酸味。好，那我先吃一个香草看看好了。很好吃哎，它香草味就是淡淡的，然后主要还是优格的味道，只是有点香草味。啊，我觉得它有点像冰淇淋，香草冰淇淋的感觉，很绵密哎。就是很滑很顺，我觉得很像很浓的那种鲜奶油的口感。鲜奶油吗？很像，或是 cream cheese 的口感。嗯， cream cheese 很像，感觉在你嘴巴会化掉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还不错。那巧克力我试试看。巧克力也不错，因为我觉得它整体不会很甜，然
然后就吃起来又有就是有优格的香味，然后又有这个巧克力的香味跟香草香味，然后口感我觉得重点是口感很好吃。这个优格真的跟我之前吃到优格很不像呀，其他优格还要固体哎，我觉得这个蛮好吃，蛮推荐的。我来吃一个合在一起吃的看看，我挖中间，双酱口味。哎、欸，这很好吃哎、欸，大推！这个真的很好吃，绝对是全部零食最好吃的。这真的很好吃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酷哎、欸，你看它这么酷体、嗯，对不对？等一下、嗯，我想到了，我觉得它很像在吃那种奶酪，就是没有加吉利丁的那种奶酪。对，是很好吃那种奶酪，不是那种果冻感的、哦，它就是优格口味的奶酪，我觉得很像这样，我的形容应该不错，很好吃哎、欸，真的很好吃。或是说，就是那种巴斯克乳酪流心的部分，它就是那种口感嘛 ，crunchy 的口感。很好吃的，好推了。我觉得这可以吃很多哎、欸。嗯。当然那些就建议不要买，这个一定要买。嗯。大推大推。